主料海胆350克，辅料油、盐、蒜头、香葱。准备时间30分钟到1小时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海带洗干净沥干，蒜头切小片备用，香葱洗净切碎，热锅下油，倒入蒜头爆炒，出香味后加入海带，海带去生后加入食盐，翻炒均匀后出锅，加撒上香葱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如果喜欢吃酸的朋友也可以加适量醋，味道也不错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